有请第一位舞蹈生。救命！我手好多汗呢。没事，不用紧张啊。希望第一个不要是我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，求了，求了，求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罗一舟。他是军艺的。第一个原来是他。下面由我们的罗一舟带给大家初舞台示范舞台，还挺轻，阿公很好，帅的呀，帅的。哇，他是芭蕾吗？他是古典舞，对不对？他不是芭蕾，他古典舞吧？哎呦，帅哥，我的天呀！眼睛里面在扑神扑神，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，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姑娘你在何方，来不起鸡皮疙瘩了。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，撩人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好甜，好棒！我也想下羽毛嘞，看你那叼一嘴，我跟你说。今天一看完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我说怪不得是学长，就很棒，身体的控制力啊，表达力啊，我觉得都是很棒的。感觉好轻哦，很像羽毛，还是就是一个水，然后就像咻呢咻呢咻，哇，超漂亮！哎呀，漫画飞舞的那种，哎呀，情人的梦中情人的那种感觉呢，就感觉好轻啊，就你要是我上去跳，直接就砸地上。哇，帅气，感觉好轻松啊，真的都不用喘口气，直接来吧，来个自我介绍。还是要喘一口气啊。我以为他不喘气呢，对，我以为他不喘气呢，一大气都不喘，很好。对，这是有内劲儿的。三位导师好，大家好，后面的舞蹈生们你们好，我是元气森林舞蹈生的舞蹈生学长罗一舟。学长好。我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，现在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。和所有的舞蹈生一样，我是一名对舞蹈充满敬畏心和向往的舞蹈生。谢谢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